早上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变天了吧？我们这好冷呀。再冷也挡不住我找玩具的心啊，能不能找到啊？嘿嘿嘿，我已经看到了。还记得这个是什么车吗？没错，它就是和谐号动车。怎么样，小朋友，坐没坐过这个啊？哈哈哈，我还没坐过呢。接着找吧，看看车底下有没有。看到你了，怎么还藏这里了？吊车，你的钩子藏哪里去了？是不是不想干活呀？等着我一会就给你找到。继续找吧。哈哈 哈，看看他在干啥。你可是真调皮呀，是不是想去里面啊？也是吊车。还好你的钩子还在，你兄弟的钩子也不知道被他弄哪里去了，一会帮他找找吧。转个圈继续找，看看里面有没有。不会就找到这些吧？呀，又发现一个。天哪，谁把你掉这里了？我来帮你一把吧。还挺费劲啊。来，让我看看有没有事。还好没有事。走，我带你去找警察叔叔吧。